好，来合体啊，合体啊！竟然会有40。神外合体，你竟然会把 B4、B3 掉，大概不表是，它示是直接，我早就都爆出来了，一大不堆可你置做信，过游戏，有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有没有。不可置信啊！大海怎么会把那一款删掉？做我破关当天就删了，今天下载是天人交战了。你还是不可能吧？你其实没有删的，我觉得你其实没有删。我那是删得一干二净的。啊，你们枪火宰了没？没，其实不就你们自也宰是过删得一干二净了。了？哦，我只能说容量不够了，容量不够。大凯上次还有打开来玩，大凯还有观众教学局是不是？加防哦，丁义，缺你喽。别汪汪叫。我缺魂都开起来。没事，爬一下塔。我都是想玩那个，就是想玩弓箭手或者是刺客。你玩刺客啊，要。没啥问题啊。换一个人当塔吧。不是，你就站第一个啊，你就玩你的刺客啊。好啊，不然啊。我站第一个啦。那个防弹术是蛮好的。你摇一下，摇一下。摇了，你卡进了。有吗？还是再一次狂战？那时候没声音。哦。那你自己进来啊。OK，启动。可以啊。所以你要站第几个？你不要，我就去站第一个喽。你要玩谁？大海在当僵尸啊！我靠！你听到了？太扯了吧！大海是僵尸啊！被咬死。OK，大海要第一个是不是？还不进来，我就先咬死。我看一下，那我可以战士啊，玩一个，玩一个这个公路战士可以啊。你要玩战士啊？好。还有一个。那我去第二个啦。一路战士。弓箭手。OK，丁义去最后了，我九级了。阿法师，我九级。高速过关 OK 吧？这个才难度一而已。刺客有什么？他也要爬到20的。这个难度一随便过的啊。这么硬啊！来，重金属青蛙出动。你是坦，你应该是坦。北地诗人。哦，会弹跳，放毒哦，偷袭，我还可以偷袭。好，一直弹跳，我就一直弹跳就对了。回音符文。再来一张闪避之歌，强！重金属青蛙准备就绪。啊，这牌这么快啊？我在选什么？现在没。哦，大牌选这么慢哦。我看那个坦克。心灵伤害强化。哎，丁义，你也是心灵伤害嘛？我们可以一起点那个。一起点心灵破防，致命射击，不好了。OK，我有点疯狂，来随便过，这随便过。开呗。哦，你全心灵啊，你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啊。没有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青蛙很像你那个，很像你那个臭狗阿丁那个贴图，对，
丁香有个赖贴图是不是？嗯，还有一个臭狗阿丁那个贴图，有一个表情就有一个表情就是长这样。哎、啊，你们要不要合体？合体一下吧。哎、欸，王兰，看一下。好、哦，要合体啊！合体啊！合体啊！阿、啊、白痴今天赢多少钱啊？我先选啊、哦，我看一下。所有抗性加，这是给我的、啊。白痴今天赢200万了、哦、啊！200万了、哦、啊！自转发了，发财嘞、哦！我看我超穷。嗯，大凯把帽帽给拿走了，为什么大凯？我要那个飞镖带。你是玩赌的、哦？抗性先给我拿、哦。我不知道我什么哎、欸，看起来好像很毒哎、欸。三张毒镖。你能玩赌你就玩赌啊！你要那个猫头鹰哦，猫头鹰。OK， 丁义，你到底要选哪一张？卡紧哎，50块了啦。有意思。等一下，你说开，然后先要这样子。哦哦，你这个动作哦。他现在欠 BB 跟大王各50万哦。守他。你欠这么多、哦。OK 啦，我帮大家拿绷带啦。猛禽，精怪，精怪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怎么盖有精怪？精怪就是赞。嗯，那结果这个箱子能干嘛？哦，大凯怎么开场就126滴血？那格纳雷兹第一治疗要不要？有点呢。那帮我们回血吧。开局就有这个冰霜松鼠，啊？哇，大凯你这么快啊？你会干嘛？我有点速度。你会？我可以打瞪人啊！你们看你们要秒谁？我可以上那个 buff。嗯，先杀松鼠人嘛。从那个蜘蛛啊，蜘蛛会放毒啊，蜘蛛会放毒啊。麻烦从。全欧印蜘蛛吗？嗯，瞪死他，他还瞪死他，瞪死他，然后哎、欸、溜了，再见。哎、欸，顺便帮我们上个盾吧。哎、欸，谁要上盾？是谁？谁要上盾？那个没差吧？哦，你这个好强哦，你上自己盾就好了，你就直接按了、啊，这个不是永久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你要那个才不才，你要大家都上一点点呢、啊，他这个过一回合就没了。不是有一个效果是可以让盾不会消失吗？那个要堡垒啊，他现在没有。啊，好了，我盾了。啊，我血怎么长这样？嗯、啊，来给你们见识一下甜蜜的乐章。嗯，啊靠，你怎么又是玩青蛙、啊？我现在发现，我是究极哦。哎，加速！哇，这个怎么加这么多啊？你也给我加速！他射他一箭，还是很慢。嗯，你看到那个松鼠的脸吗？丁阳腿断掉了、欸。我可以干嘛？刀锋之舞。哦，刀锋之舞看起来很强哎、欸，你能秒他吗？哎、啊，进化这个施加这个同步两次，来，那什么？X 等于我的手可以获得这个刀锋之舞。哦，速射丢丢两下了啦。丁应该可以秒青蛙吧？来各射一下。你们什么伤害都没打？那怎么敢？怎么感觉我这是大便啊？盾都打破了。我已经帮你把盾都打破，还给你加速了。哇，这个就几把死了，将剧毒撕咬哎，克苏鲁人啊，嗯，心灵震撼，砰，心灵震撼，一直按他就死了吧，你赶快啊，杀蜘蛛啊 ，X 等疯狂，哇，19加人哟，可以啊，震撼的。
洒水！哎，结果我的盾没了。嗯，他比你快。哦，他减速你了。没事，看我发力啊！弹起来！有人在笑啊！我感觉你在出招，你在出招，有人在笑哎、欸！怎么样？我这个输出，为什么这个不能攻击？啊、哦，给队友的啊！哦，帮你强化。锐利，一加三，伤害加三。好硬哎！攻击力加三哎、欸！你随便射了吧。多重射击，全部的哦，毒药瓶直接加二十血。要先杀谁啊？随便一只啊，随便一只啊。无语。随便一只哦。啊。哦，喂，我只有三费哦。回来，后面的。好，很好，就丢他。破甲。OK， 被他驱散了。哦，大凯有输出了吗？六十岁，对啊，全都是大便的，很少啦，很少靠赛啦，痛痛两下，有那個、嗯，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哦，這是前排，哦，这个会破甲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会破防，那个会破防，你要先破防，这个、啊。可是我想直接杀那个就好了、欸。啊，没有那个那个是毒啊，毒要到那个才，毒要到、那個、给定义啊，那个给定义处理啊。回合结束了、啊。锤爆他的头！哎、欸，这样也能扩散哦。人魔乱舞。OK， 定义处理第一只。那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帮我补血怎么样？那好烂啊！好被戏啊！欸我已经快变死青蛙了，直接扁了。不是你扁前面那一只哦，你打错字，我不会打地人也打不死。对 ，OK， 有两费不补血。哦，对啊，我怎么不补血？哦，还在演。OK， 他还在演。大海盾第一个就处理他，绝对不帮他上盾。精准重歌。得了了了了得得，加速啦！毒标、哦，你很毒哎、欸！哦，毒标零费、欸。哦哦，赞哎、欸！哇，很毒哎、欸，都是毒，这都是毒哎、欸。毒标零费很爽哎、欸！剑魔，他竟然不拿拳头，不懂，五幸运之爪。幸运之爪哦，好、哦，盔甲，嗯，它没什么用啊，会加固哎，加固那个应该是给大凯，这感觉给前排打，那不好用这个，我被护手，啊，等一下。我也是有点想要护手啊！闪电之书先给你。好了，闪电之75块了。来，准备前往精英怪。你看到一堆鼠人，我要吃怪物蛋。我要吃蛋黄。那我。最高，我会赢。所以，二，谢谢。二，再见大海。哇，混多二、啊。
125块，这个大家都有吗？快升级了、欸。精英怪，精英怪赞哦！打磨你要不要？不理不理是谁？你应该不要吧，大海。不用吧，这个怎么强？没有用。这个、是强化六点攻击力，永久永久，每回合降一。哎，重攻击，你怎么打这个？哇！残废打，哎、欸，他免疫疯狂，对我爆炸。免疫疯狂，免疫疯狂又不免疫心灵伤害，谁免疫疯狂？没多免疫疯狂，没差啦，心灵伤害一样痛啦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很少，怎样？嗯，可以直接打伤害。哦哦哦哦，来，我要来弹，我要来弹吉他了。开始现场演奏。现在个群体攻击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哎呦，我们很强，我们很强啊！有哎、欸，毒标哎、欸，哎，要杀谁？哦，剑刃乱舞哎、欸，剑刃乱舞好啊！碎碎碎碎碎，然后再毒标扁他。嗯，是加这个加这个，好像很没料、欸。用完，这样还能剩一滴哎、欸。竟然补血，偏难了、啊。史莱姆，以他们这个长相都不太像会补血的。有一个有盾嘞、欸，来 A O E 有没有？完全没有单体，全都全都是单体。濒临震撼，你怎么都只有这个？我就刚开始好像蛮多这个。好了，你就震死他了。林中喜波。OK， 疯狂，完全没跌。不知为啥，我速度突然变超慢。睡大海横扫。哎，有劈斩呢、欸！啊、哦，灰烬，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有金卡？刚刚拿的。全体英雄加量加两点速度，加十点盾。没有没有，那是加四点速度啊。四点。两个那个腿是加四点啊，全怪物哎、欸，标，很好，这怪会中毒哎、欸，哎呀，会流血，加这个来瘟疫射击，嗯，怎么感觉这只很奇怪啊？打王用的吧？打小怪还是交给我青蛙人来处理吧。当当当当当！噔噔噔 ！OK， 丁义教训他。跟这个精灵完全没有作用，补血。嗯，补血吧。OK， 隐形吧，哎、欸，隐形现形的时候多打20%伤害，是吗？是吧？还有这种效果？他应该是现形的那个回合都20%伤害吧？每层充能加20啊，伤害、欸、真的哎、欸。哦，如果那很多层可能是直接加100，所以两就是40哦。哦，原来是，哎呀，靠！哎，原来是按我。哦，来了、哦，你丢大凯了、哦，让大凯直接把他干掉了。哦 ，OK， 大凯丢三个眼睛，嗯，三个眼睛赞。我盯死他，紧迫盯人。同时有者治疗量全体。哦，大凯，你的那个普通持有者这么猛哦。大凯，你是一个超级捕食哎、欸！
瞪死他！瞪死他！骑士哎，好猛哦、喔！啊，就这样瞪死他！为什么你刚刚可以砍他一刀啊？你的鸟啄了他一下。我唔知，我什么都唔知。好，我先伪装看看。哎、啊，我怎么只有两点？哦，你的鸟每回合会啄一下人哎、欸。我的鸟，我来挂麦啊。你的鸟会啄人一下。哎、欸，给我跑速！加速喽！别、yeah ！哇，有喽！哎、欸，拜托拜托，升级！红色活力小夜曲，没有毒配的。啊，奇怪，我怎么越来越像一个捕食青蛙啦？那个毒标。哎，我这个会恶，好，就这个。前进，精英怪，痛扁，520块，绝了，520块一定要拿。哦，阴森人呢？嗯，鸟人加小丑黄，哦，来瞪他，瞪他！我要杀那个鸟人。行、哦。嗯，你要给你们加一加吗？随便加一加吧。反正你不加那张卡也是丢掉而已啊。哦、啊！精神痛，真的怎么那么多？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我强化你了，大凯。妹子，我现在很厉害是吧？嗯，你现在很屌。大凯好像不吃这个斩，大凯就是吃斩击的。你才是不吃斩击吧？你都是弓箭啊，你有一张哎、欸。哦、标，来你一个丢毒药，我可以爆他毒，你可以爆他毒是不是？嗯，我毒爆术、啊，你有毒爆术哦，好了，就杀这个鸟人啊，那我信你，连根拔，连根拔起，但不一定抽到，哎，你看。没事，那两个狼人都是白痴。哦，哇，下一个加60%，哎，抽到了。哦，哦，直接秒杀，真的有毒爆、欸，你真的有毒爆啊！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可以打一个 combo 哎、欸，没错， okay, 我也可以来放毒了。小号谁啊？小号给我啊，给我啊！等等，我要动了。老板，给他啊！消耗两张牌啊！哦，闪避之歌看起来很chill哎、欸。嗯，没错，等给大家唱个歌。小丑黄喷火 ，OK，、啊、小丑黄会召唤哦。好，我先处理他。为什么你22比他快啊？我22，哎，抱歉了，大凯，我开挂，开坛，啊、开挂，我靠、嗯，我直接开挂了，哎，22大于24也是很正常的啊，哎，大凯，我刚强化了你那么多，一刀给他下去，要杀谁？哎，小丑黄，你就瞪他一下，然后把他砍死，再瞪他，不够。再破阿甲，差两滴、欸，差两滴就交给丁一啊，丁有 A O E 啊，我没有，你不是有群魔乱舞吗 ？OK， 扛直播，那个六费，
哎，经验定啊！那冲！好，我来，五标，猎鹰射击，这个就打一点点哦。这个猎鹰射击是怎样啊？打五滴血，然后赋予三个这个跟三个流血，获得两成的锐利。伪装，这样啊，加20%是不是？剧毒射击 ，OK， 一切 ，OK 吧？那两滴的能算杀吗？ Okay. 我也算是有用一张牌，嗯，丢两张。没事呢，水哦水哦，丢两张。哎，阿白痴，你那个游戏要记得重新按下载，不然它会那个，会停下来。太快好了，啊，快好了。OK， 那打完这一层，把加速丢掉，哭啊！打完这一层的 BOSS 应该差不多吧？什么加速？对啊，我直接当当当当。哦，推进大概横扫，大概的牌看起来都超强。哎，横扫锤死他！漂亮，没死。我觉得他要砍我哎。不准救自己。没事，没那么帅了。没有。那只鸟，嗯，你这个叠 buff 是要叠超久的，我也看，我灾厄增长，对，是六叠、就是、，OK， 又是这一张，这个到底要来几次？不拿，哎，不对啊，不拿我等于又输不了，有一个无血费用减一。哎、欸啊，这厉害在哪里啊？哦、我看不懂。灾厄征兆，但他金呢？完全了。什么啊？哥，这张你上次不就有拿过？但我上次总感觉他是减二。上次是减二啊，你升级之后他减二啊。懂了、欸。心灵之书战啦、啊！小型武器啥鬼？卡牌未解锁，完全不知道。脚盔是可以大凯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拿到三，大凯宇智波反弹，有反弹哦？什么反弹？脚盔用那个脚刺的。嗯，哦，我这抗性，哦，他这个是比较强的。嗯，不太一样的效果。你这个会反弹，那这个是挡诅咒。挡诅咒，我觉得没料。哎呦，往上去。耶。OK， 定义。我先升级。重金属，重金属青蛙。受到他人。哦，我的锐利可以转心灵伤害。嗯，转心灵伤害也不错，回费用也不错。哎，米娅可以选路了。可以，那我来看。标靶射击。我看第一升级成什么了？午夜惊魂，抗性15%，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好强哦！没错，这应该不错。但你的速度真的太慢了。哦、危险碎片狂风，我觉得躲到大海后面。嗯，安全，安全，赞。
往上吧。我们都满血。哇，没有哎，丁义没血。不知道，买东西。OK， 买东西。OK。嗯，520块，赚点钱。这里钱超多，但是其实也找不到几个商店。我看一下。文章忍术哦，看一下，选这个。减速美败啊，大概盾牌拿起来，评级12哎、欸。嗯，你等你就会直接把他们弹爆。活力小夜曲，再给大家来个当当当。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的青蛙在叫。标靶射击，给谁？可以把、那只有你能打。这样能干嘛？把一个人变团长是不是？抗性减20%，破甲瞄准7次。你就随便给一个啊，反正你一直打，他就一直降啊。OK， 我先不是、啊、你要一直打他、啊，你要一直打同一只啊。就是这个、啊，那只狼人等下要隐形啊，那个不用理他啦。这个真的是打王用的、欸。啊！后面毒了。哦，被毒。我这抗性减这么多，他已经没有扣到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呦、嗯，他已经把自己全部驱散喽。没事啊，他还有3次。你得赶快升级群魔乱舞、欸，不然你都放不出来。对吧？阿爸，你存废。要、啊、不然你存废了，你凋零啦，不是啊、哦，你已经不会再抽到全部了。我应该可以干掉一次吧？我就，哎、欸，对，还是让你们打，算了，打啦打啦，反正你这费用也没用了、嗯。丁义那一只现在也很血的，嗯，你那只现在看起来也是在打酱油。碎碎碎，反弹反弹！哎、欸，大海，你反弹没了？要被驱散了？太强了吧！他是全体全部驱散了。嗯，那这回合还要放纯净的心灵，驱散净化所有的东西。大海建议你赶快把它干掉，不然什么都叠不 了。干掉是干不掉喏。两刀下去差不多了啦。哦，瞪他！哇、哦，大凯这只也太猛了吧！真正的坦克人呢？所以再给他一拳，再投一张啊！嗯，欸、没了。上这个降抗。你技能牌，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这个怎么那么强啊？哎、欸，你对他毒都没有用啊，毒没有用啊，他要进化、啊，你要直接把他射死、啊。哎呀，OK， 你猎鹰射击，猎鹰射击，你刚刚先射哦。这个很烂哎、欸，要这个吗？这个蛮强的吧？八滴，然后剑怎么？有流血，会流血呢、欸。要杀他吗？杀他、啊，再给他一刀啊！毒射击，哎呦哎、欸，这个标靶不错哎、欸，那个标靶好啊，哎呦，忘记先给他重金属催泪喽，开始弹来弹去，隐形，吼吼吼吼，吼吼吼吼吼吼，然后还没毒。夜景，我们可以干掉一只哈，修一下，啊不行，不过，心灵震撼，嗯，啊，嗯。
这样。那个不先发那个。树皮叠起来喽！啊，他动在后面了。哦，他可以先动。这个盾真的好厚，好爽哦！盾没了。进化喽！啊，内鬼！那一只真的是内鬼、嗯。用完又进化、欸，都不先进化再用。我最强的就是这一张闪避之歌，跟他跪嘞，大家免疫三次伤害，无敌了嘞，无敌嘞，抽这么多张，这是随便过哎。哦，轮到我了，我等一下后面的，看三小哈，哈，你来看三小 ，A O E 崔瑞，哎呀，这个去转这个呀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什么？这是前排。好了，我又一给你们收吧，我也没事做了。哎、欸，丢了。我吧，给你好了。怪物。嗯，哎呦，天顶型加20%伤害，会痛哎、欸，这样会痛哎、欸。哦，没有来了，他来了，永恒摇篮曲。啊，这把、哦、超级重金属青蛙登场。走，赶快买东西，赶快买东西，超有钱！哎、欸，商店，商店赞啦！有口口，优惠，优惠，五，哎、欸、丢 ，OK， 水哦，大凯，啊，上涨10%，你们这局混，我没差，没有，我是第一个哦，狮爪看到了，还是翻零哦，你看第三个，哎、欸，大凯那个更强的肩甲、欸，哎。啊！哎、欸，就因为涨10%买不了嘞、欸。你刚好没钱了啊，大凯，我借你一点钱啦、啊，到时候你双倍奉还 ，OK 吧？我靠，你这个利率是有点高、啊。这个是有什么用？你希望我是买那个肩甲，可是我才刚换那个盔、欸，我觉得不用哎、欸。我不管钱我已经给你了，你到时候记得还我。为什么我好像没变啊？577啊，我还是买不起、欸。是多少钱？我还给你100啊。啊？可是我没钱啊，我还是没钱、欸。啊？你在套路你？嗯，我这里反正我这里钱出去了，我这里扣钱了。你扣钱？可是你是不是点错了、啊？为什么我没有啊？很奇怪，没钱啊，这我奇怪，那我只能走啊，我也只能走啊，我也买不了啊。哎、欸，大凯，你不买那个壁垒啊、哦？那个壁垒是你每次加都额外加2哎、欸。欸、没有，我没钱啊，我是我570块，完全不够。来赚钱啦，我们就一直洗钱啦。我老二鱼，哎、欸，闹巨魔，这上次怎么没有？嗯，鳄鱼啊，好像是不会 A O E 的那种鳄鱼、欸。带、哦、打断他的腿。哎呦，苍蝇、欸！我要加一下这个。苍蝇呢？扛一下。可以打断他的腿。靠山。那这是我的吗？嗯，你好像就这样，你好像就这了，大凯。我就这了，我没办法，我就这。我重金属吹了，你怎么会只有十呀 ？OK， 开坛。你们看那个都不用动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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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鳄鱼的名字啊？嗯，鳄鱼叫彪悍哦，彪悍。哦，彪悍，彪悍吗？彪悍吗？他们杀死那个蚊子啊，那个蚊子好像比较恶心呢、欸。蚊子会吸血，鳄鱼好像是来耍废的、欸。OK， 各射一下，尽力了，尽力局。
OK， 丁义永远都长这样。心灵冲击波，到底心灵冲击波这么多单？好啦，扭曲加冲击波太狼了啦。我看一下是扭曲的降防啊，扭曲的降防啊，刚好超痛六哎，痛没有没有二六，你丢了。OK， 还偷偷隐形。哎呦，哎呦哎呦。不怕不怕，大概你马上没人回血是怎么样的？大概不是没人回血，是我们不会扣血。哦，只能打他哎。嘲讽啊？还有嘲讽啊？必须攻击那个有嘲讽的手下。小谢啊！嘟嘟嘟嘟。再射他一下，那就瞪死他了。嗯，你们被缴械了，大概你那个防御策略不先忘了先用那个，嗯，都可以吧？可以，你这个真的好强哦，又能抽牌，这个也太强，这样只要一费哦，这个也太厉害。然后你再下他，就再抽一张，然后再给我们24。啊！再开，来再开这个大凯，护甲提升，再瞪他，再瞪再瞪，这个太离谱了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？哎，没办法用，全拍怪物，我打不了鳄鱼，用不了。不是啊，大凯，你被缴械了。缴械哦，原来我被缴械了。OK 了，你这个也可以空过了。有。哎，他明就可以打了，他打了一下，有技能牌啊。惊魂第一只吧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他自动帮我丢那只，直接把他打死就可以换只啊。对，但来不及。嗯，应该没胡啊。力量动的一点。好了啦，你也没事做啦，过吧，就让我们扁他吧。哎、欸，都这么离谱哦！护甲提升。超厚，大凯，我们超厚，护甲提升。这种隐形仔不知道会不会被我的反弹给弹到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堡垒！我强化你了，大凯，我加速你了。哎，那就由我来吧。哎，太神了，大凯，五张防御。是我一个防御，这个人要放堡垒跟战，你也只能打前面那只啊，猎鹰加剧毒了吧？全按了，哎、欸，对你猎鹰都没先按，猎鹰真是大变哎、欸，我等一下一样把这张，哪有猎鹰？我发现猎鹰刚有加你弓箭的伤害、欸。有吗？他刚刚没写 啊，他不是说 X 什么什么鬼的？那、啊、瑞利啊，他不是给你瑞利吗？才一点，哇，两点啊？那有差吗？我看他如果我满牌才打八 D 而已。你满牌八 D， 然后三点四破，三点流血，两层瑞利还行吧？OK， 他要烤青蛙哦。这还和平主义，走意思。哇、啊！为什么一模一样的牌又抽起来了？嗯，不知道。你又可以去买啊。联动牌、欸。绝对的防御、欸，你就缺嘲讽了，大凯。没事，大海，他也活不过这个回合了，我要弹死他。抗性超高哎、欸，59649，坦克人的、欸。他偏硬。伪装，然后射死他吧。弓箭喽。他很厉害。OK， 烤青蛙。
那个炸弹，毒爆树窟。哦，嘣嘣嘣嘣！我可以把流血转化成毒爆、欸，哎，拿粉好了。四篇，我洗到底有没有必要？为什么你也可以唱歌啊、哦？原来你也可以唱歌啊、哦！我他有一条路是吟游诗人啊，侠客，瘟疫师什么什么鬼的，无血喽！来，我可不会啊、哦，我可不会。那我想去收集碎片，收集碎片啊！不可能这个时候就突然有人，哎、欸，你有。恭喜 ！OK， 有人在嘞，两个二，大、家都故意的。哦，那些拿二的真的太扯了啦，两个二太高。来啦，处理 BOSS 了啦，这是 BOSS 吗？没错、啊欸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是吗？欸、是、欸、是啊是啊是啊。哎、欸，直接打死他就好了啦，免疫幻影的话要打太久了，赶紧解决他，我们还要去复兴堡呢，是不是？大凯，盾牌架起来，用吧。输了就再玩一把吧，盾牌再架起来。欸、先把我补血吧。推进，哇哦，很猛哎、欸欸，这个推进也很猛。打、打反了呢，大概。嗯，打反了。破甲，破甲。OK。护甲提升，提升。来，我秒一个。全打啦啷当当当当。好啦，白色我帮你加伤害啦 ，OK 吧？啊，好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没有，应该是有啦，我刚刚看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会有加。来，你看你的牌有没有变痛？应该是变痛很多啦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。一只一只料理、啊、先把第一只解决了吧，就用这个吧。接着乱，再把这只。我先再接着弄，他那三下都会加，是吧？应该会吧。要不然你伪装，然后再快速射击。那我们就打反啊。嗯，不开伪装了。开了，那这样我只能再打一次了。哎、哦，我刚刚应该先用那个潜行，再用那三下，那应该痛蛮多的，加40%。冲击，疯狂冲击，丁毅。冲击，这样我等等也有额外伤害。有啊，二十、哦。你这个还扣他十五哎，他会他等一下要什么歇一下？扭曲好啊，扭曲好啊，扭曲比较强吗？好、哦，扭曲，扭曲啊！再给六层啊，然后我再把那个层数爆开啊！哦，大变，跟上次那次差哈，大多。这只随便打的啦，瞪他，大海先瞪他，碎、哎，再瞪他。碎，振奋猛击！哦，这可以敲死这个，没敲死哎、欸，哭啊！没事，这样我可以弹跳，我可以弹跳，很赞，大凯。那你可能要先弹吗？我也只能直接弹喽！完啦，丁一这样家里没比较快啊。丁一那是慢的要死，不好笑，大卸八块。那动作他是雷尼一顿哦，标靶射击，太晚了，标，哎呦，射击 buff， 这怪会不会加了底 buff 也太多了吧？哎呦，这个好哎、欸，爆、欸！
八成啊，十八滴。我这个打四突击，有狙击这么多了。嗯，来啊，看我，看我。睡啊，睡啊。只能选两张啊，你不要全点。嗯，你刚除了重金属以外全点点。我是想留那一张重金属啊，哎，他开饭啦、啊。怎么叫人了呀？还有闹狼啊！哎呀，重金属开始弹跳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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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再来再瞪他，然后了结他吧。前面那只好像不理也会结束啊。啊，就直接卡他。我看一下，先溜了，何导，先溜，先看谁先标的，四十八、五十八，怎么样了？睡大凯，这血太爆了吧！不、哦，啊，怎么痛？他一秒都可以打二十滴啊！他已经被八成标记了，六成破甲、哦，刚刚跪嘞，丢死嘞，他死嘞，也太痛了吧 ！OK， 猎鹰射击又没先按。加二攻击啊！九，哦咻！传说啊，那你传说金卡，振奋小夜曲，还有那个、欸、要三层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嗯，很难呢、欸。他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个要怎么用啊？我怎么这么冥想？我怎么这么捕食啊？哎、欸，你这个也太也太强啊！我的怎么那么大变呢、啊？我怎么这么补啊？倩女要怎么用啊？倩女还好吧，第一回合就能用了吧？应该是让你先隐形吧，你先想办法隐形吧。远射，远射，五费的，那你就可以用了。第一回合就可以那个。还是烟雾弹，嗯，超难用。烟雾弹，烟雾弹，我建议烟雾弹两费就能用，超强。烟雾弹，直接躲起来。哦，灵敏手套，那个白金指环这么厉害啊！神圣之腿，我感觉大概可以换这个了。OK， 我来抽牌。这东西觉得还好、欸，这锤子的伤害是不是？你们戒指要给你们拿，我这个就给你们拿好了，还是你们没有要？有那个戒指，这个、啊、受到白金指环呢、啊？这个获得治疗量加成、哦，你可以拿，你可以拿，我可以帮你补啊。我现在看起来像是补血青蛙了。啊，那你们要拿啊？看一下，加十血量，好，我拿着吧。其实那个心情护符也挺适合你的，这个心情护符好像偏厉害。获得没成，你们要帮我拿吧？你们都缺戒指不吗？对啊，帮我拿了。我想找一个打人会不会加防的武器啊？有没有？感觉有没有这个东西？应该有吧。为什么白痴是拿星星护符？我想穿这个、欸，那不是补色在用的吗？没东西拿了，真的没东西拿了。反正我已经够慢了，黑色卫士，你穿啊，你穿啊，穿起来了。球 ，OK， 前进，前进就可以存档了。前进，上升之路，速度提升，加血。我这边比较偏，有人想搞是吗？没错，我已经慢到比所有人还要慢。没事啊，我帮你加速之后至少还行啊。好，进度已保存。走了，大海。啊、走了，大海，我们需要你。没有，我先尿个尿，我先尿个尿。我那个尿尿的地方要骑摩托车。我靠！大海这么狠吗？骑摩托车。没事啊，丁义找电线杆也差不多都那么久啊。